Namo tassa tuci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Okay, khi mẹ si tì dì mẹ nên con cho lê Sutta Guide to Paths and Fruits 今晚是第二晚我们来看听这个Sutta Guide to Paths and Fruits 从经典的引导如何证得道和果 昨晚我们已经听过了如何证道一道还是一果，就是说被谈到一道呢，特别谈到头这里。 四业条件谈到一道，那个弟弟修这类四行物件，这类道会变出果了。那假如我们还继续修这个入流支呢，入流的条件呢，那么假如我们还继续再修下去呢，那么会证到一果。 要不如讲啊，这个人要谈到一果呀，还是一道呀，伊特别是聪明的人。那么长老还有说，假如一个人要证到一道还是一果的人呢，他必须是一位有智慧的人。要一个是爱老实，然后是直的人，而且呢还是一位老实的人。 而且还是一位正直的人。那当今我们读这里《中部四十八经》啊，讲这里一个人的七个特别性啊。那现在长老呢要讲这在中部第四十八经，就是这个一果圣人的所拥有的七个特性啊。 这里头这里啊，一个人啊，无这个五官控制伊的心啦。那第一个呢，这位一果的圣人呢，五戒啊不会支配他的心，还是控制他的心。第二啊，伊的心会静落来啦。那第二个呢，是他的心呢可以指定下来。 这里就是要紧，因为这个人呢是听经的时啊，一心特别静落来啊，然后一心专心注意了。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一个人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他的心必须要止定下来，那么他才会了解。然后第三，一个人一再讲啊。 我都搞一郎啊，无这类证件呐。那第三个呢是他了解一果圣人，他了解没有其他的沙门还是婆罗门呐，具备像他这样有这样的证件呐。那第四啊，一那是有做什么错啦，有犯什么戒呀，伊就无逃避啦，伊就讲出来啦。那第四个呢是一果圣人呢，无论他犯了任何的戒啦，他不会隐藏。
而且呢还会立刻向导师还是同修啊忏悔啊。这里不是证明讲，伊是得的人啦，老实的人啦。啊，这里也证明啊，这一国的圣人呢，也是一位啊啊正直的人，还有老实的人。这个啊，虽然伊真正无闲本好啊，伊那是有点啥呢，伊得爱修行啊，对这里圣人的辈分多了。那第五呢，啊，一国圣人呢，即使他要啊，自己啊要为同修做各种啊辛劳的工作了。那么自己假如有时间呢，他也会啊修这个八支圣道。第六啊，那是有人讲这里啊，正法加这里戒律啊，伊得真正注意听了。那第六呢，啊一果圣人呢，当他听到这个经和律的时候呢，他就会全心全意地聆听法义。第七呢，伊听法噶律的时啊，伊就真正有信心啦，了个真正欢喜啦。那第七呢，当他听闻到经和律的时候呢，他就会啊得到一份由法义所带来的乐受啊欢悦，还有信心。所以这边会看到啊，那是这个人无爱听正法的呢，无可能谈到一个啦。所以从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假如一个人呢啊不没有兴趣听闻这个经和律的呢，那么他就没有希望啊证到一果。那今天来看过这个经啊，是上一部46.3的经，关于这个菩提分呢。那现在我们来看这啊相应部第46.3经，这个气节支的经。啊，佛讲啦，比丘们在比丘啦，一人修圆满，一人会改定甲道德的啊，甲改定甲地位啦。看到安尼款的比丘本呢，对路啊有利益啦，我讲听到一人啊，听到一人。啊，本是对路有利益啦，我讲啊，接近的人啦，本对路有利益啦，我讲啦，学识人啦，啊，会记人啦，啊，对人出家呢，本个了对路有利益啦，我讲哈密苏呢，因为路有听那款的比丘教法了呢，路的离开人啦。身躯离开，个心离开啦。安尼款啊，离开也离开了呢。啊，你得会记这个法啦，这一来想啦。啊，比丘们呐，第四这个比丘啦，离开人啊，了会记法呐，这一来想啦。我就是呢，这个念的。啊，菩提分呢，升起来的这个比丘啦，或者是一修这个两昧菩提分呐，或者是这个两昧菩提分呐，变圆满啦，啊，了啊啊，安尼款有清凉了啊，以用地位啊，观清楚阿弥陀佛呐。啊，查伊啦，研究伊啦，第四比丘们，这里比丘啊，啊，安尼款有清凉嘛，了伊啊，用地位观清楚，阿弥陀佛呐，啊，查伊啦，研究伊啦，我第四呢，这里啊，研究佛的菩提分升起来啦，啊。我哋是即个啊研究嘅，一修即个研究嘅菩提，研究法嘅菩提分啦。我哋是研究法嘅菩提分啦，变圆满啦。啊啊了，以用智慧观清楚即个法嘅事啊，差异啊，研究伊嘅事啊，伊嘅骨力心。就升起来啦，
ที่สีเจเลบิคิวเอกุลาสินสิงคิไลนี่แล้วอีอย่างที่อุยควันเชิงโชเจเลหวัดนะชาอีแล้วเกียนคิวอีโอดิสีนี่อีเอกุลาสินเมโพธิหุนนะเป็นกวนมัวละแล้วเสียงในกวนอีจะเลยที่เอโพธิหุนนะเชิงเอโพธิหุนนะที่ไอโพธิหุนนะจะเลยเสืออุเปกาจองเอซิเมโพธิหุนนะอิสิวละ世尊说比丘们凡那些戒记足、定记足、智慧记足、解脱记足、解脱之见记足的比丘们，我说，即使只是看到那些比丘，就多所注意；同样的，只是听到，就多所注意；同样的，只是接近，还是侍奉他，回忆。跟随那些比丘出家，就多所注意，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听闻像这样比丘的法后，他注意两种远离，身远离和心远离。当注意这样的远离时，他回忆谁寻思那个法？比丘们，每当比丘注意这样的远离，回忆谁寻思那个法时，那时比丘的念觉知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念觉知，那时比丘的念觉知到达圆满的修息。当注意这样的念时，他对那个法以智慧考察思察还是观察了到达损力还是升观法义了。比丘们，每当比丘注意这样的念时，对那个法以智慧考察思察到达审律时，那时比丘的责法觉知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责法觉知，那时比丘的责法觉知到达圆满的修习。当他对那个法以智慧考察思察到达审律时精进已被激发而不退。比丘们，每当他对那个法以智慧考察思察到达审力，比丘的精进已被激发而不退时，那时比丘的精进觉知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精进觉知，那时比丘的精进觉知到达圆满的修习。同样的这个喜觉知，还有这个宁静觉知、定觉知和舍觉知。所以这里菩提魂的经是讲呢，按照修这里七的菩提魂呢。那这个觉知的经呢，是教导我们如何修这个七觉知。前面有讲啊，这里七的菩提魂呢。必想噶，这个圣经的八分多啦。那昨晚长老有讲到这个七觉知呢，要跟这个八支圣道呢差不多同样。所以你看这边啊，头这里啊，这里人啊，修这里七的菩提分啊，也要接近这里有修行的出家人啦，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假如一个人要修这七觉知呢，最初呢，他必须要接近一位有修行的修行人。了，伊的有通听这个正法呢。那么呢，他就有机会听闻到正法。这里这边这里经讲一听到这里法了呢，伊的离开人。那在这里他说，当他听闻到法的时候呢，他就会要离开人。这里是意思呢，就是讲一谈到精进了啦，入道了啦。这里的意思呢，是说他已经证到
啊证件的啊已经入道了。因为这里人伊啊看到法了啊，伊谈到这里证件的事啊，伊是看到无常啊。那当一个人啊看到法的时候呢，他就啊已经有证件了啊，所以呢他就看到无常。啊，了，那是看到无常啊，伊就是看到苦啦。啊，那么当他看到无常呢，啊，就会啊看到苦。安尼看啊，伊的在讲这个轮回真呀风险嘛。那么他就了解啊，这个生死轮回呢是很危险的。伊是真呀风险，因为咱一落去这里三个苦会多。啊，他是这么危险，因为他啊，因为我们可以堕落到这三恶去啊，三恶道。因为伊明白这个风险嘛，所以伊就爱修行啦，伊无兴趣个时间了啦。那因为他了解啊这样的过患还是危险呢，所以呢他就啊要修行了。啊，了伊就会记这个法呐。那他就啊会啊回忆还是记得这个法。啊，对对，这个经讲啊，伊那是会记这个法的时呢，啊，伊的这个萨地念的菩提分啊，啊，伊的修啦，了也变圆满了。那根据这个经呢，当他记得这个法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念觉知已经修习啊，然后会修习圆满。因为这个字萨地啊、念啊、意思啊，真正是会记啦。那么这个沙地啊，这个念呢、啊，真正的意思呢是记得还是回忆啊？嗯，说伊记这个法了啊，伊的去查这个法啦、啊，研究这个法啦、啊，观何来啦、啊？那么当他啊记得这个法之后呢，他就用智慧啊去考察、去观察。啊，身观这个法义啊，以便可以了解。了，伊的鬼了啊，伊的啊，伊的出力呐，骨力修行啊。那之后呢，他才啊出力啊，用力精进力啊，来修行。嗯，要落来呀、啊，这里地波一里西也。啊，菩提分啊，是关系善的啦。那接下来最后的四个啊，这个觉知呢，是有关系到这个禅啊，还是禅定的？就那个前面咱讲啊，这里一多的人，甲一个的人啊，一修这里圣人的八分多啊，一修啊七波啦。那昨晚我们有啊讲到。啊，一位一果啊，一道还是一果的圣人呢？他修这啊八支圣道的，只是修这七支了。特别那是修第八的，爱的谈就闲了咯。那假如他修第八支呢，就是啊会证到这个禅定啊。所以来能看过这里经啊，啊，经七波三点八十五啦。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啊真字部啊第三点八十五经。这里经讲啊，这里一个甲二个的人啊，伊的界圆满啦。那这个经呢说，因为啊一果和二果的圣人呢，他的界圆满。三个的人啊，伊的界甲定力圆满啦。啊，三果的圣人呢，他的戒根定圆满。四果的人啊，的圣人啊，伊的戒定甲地位三个本圆满啦。至于啊，四果圣人呢，他的戒定会圆满。咱在讲定圆满的意思啊，是谈到个了四贤呐。那我们啊，知道定圆满的意思呢，是证到啊四禅。所以这里一个甲二个的人啊，伊无这里四贤呢。啊，至于这个一果和二果的圣人呢，他没有这四禅。一个
一个的人啊，就咪咱听到啊，伊无自信本好啊，伊本会变出一个一个的人啦。那么昨晚我们有听到啊，一果的圣人呢啊，他不需要啊修禅也可以证道。特别伊特别修咧，圣经咧比啊分多啊七分呐、啊。那他必须修这八支圣道里面的啊七支。了，他咪无想啊，二果的人跟一果的人。那么啊。二果和一果的圣人，他啊有什么分别呢？一果的人啊，灭三界了啦。啊，一果的圣人呢，他已经啊灭除三劫。二果的人啊，一灭三界了啊，上了三界啊，了一个剑就来谈经济了。啊，至于二果的圣人呢，他也是啊灭除三劫，而且还啊贪嗔痴也已经泄落了。特别被减这里贪嗔痴啊，伊特别有定啦。啊，但是呢，要啊泄露这个贪嗔痴呢，他必须有某方面的定力啊。因为第八力经有讲啦，这里外道教的人本好啦，那是伊人修四善呐，伊人诶这里啊欲爱啊，甲这里啊亲呐诶。罗伽金啊，教给了。那在别个经有讲到啊，虽然一位外道教的修行者呢，假如他们有修到四禅呢，啊，他们的啊贪欲和嗔恚呢，也会啊泄落到很弱很低。嗯，要这里欲爱呢，是不是想个这里贪嘛？那么这个欲爱呢，也。啊，跟这个贪欲啊，同意矣了。嗯，然后这里亲昵，别想个这里这边也亲呐、啊。那么至于嗔呢，也是跟我们佛教的这个嗔也啊同样了。所以我相信讲这里自果的人啊，伊特别谈到第一善，还是无第二善，还是无第三善呐、啊。啊，所以根据长老的意见呢，长老说，一位二果的圣人呢，他必须有正道啊，初禅、二禅还是三禅？嗯，安尼款呢，伊的这个定力，佮阿袂圆满啦，阿袂谈到四禅呢。啊，所以他的这个啊定力呢，还没有正道圆满啊，因为还没有正道啊四禅。所以这边呢，也看到那是这个人被。修较悬过一过呢，要谈到二过、三过、四过，伊特别有善呐。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假如一个人要修超过这个一果圣人的果位呢，他必须要有这个禅定。特别这个善肯可谈，但是这个禅定呢是很难证到的。所以这个人伊要修这个善呐，伊特较济啊，特别出家修行啊。所以呢，假如一个人呢，他想要证到禅定呢，他必须要出家修行。所以在家人呢，如果那是谈到一个呢，就真正好了啦。啊，至于在家人呢，假如可以证到一果呢，那是啊，非常非常的好了。我今天看过这个经啊，经济波四点六十一呢。啊，现在我们来看啊，真知部第。4.61经啊，这个经有讲啊，这个人有地位啦，有大地位啊，是伊有灭这个五挂了的人啦。那在这个经呢，有讲啊，一个人有智慧呀、啊，有大智慧的人呢，这个五盖啊已经被啊灭除了，还是断除？啊，了把这个经有讲啦，那这个五挂呢，就咱无地位啦。那在别个经也有讲到啊，因为这个五盖呢啊，使我们没有智慧啊，因为空劫那内心嘛，因为这五盖啊障碍我们的心。那开始人那想这里五瓜啊，是五的阻碍啊，是这里啊欲爱亲分段加爱困啊心乱加怀啊后悔。
了第五是怀疑心啦。那么我们啊，普通人就会认为这五盖啊是这五样东西：贪欲啊、嗔恚啊、睡眠、吊悔跟怀疑。可比啊，这里不是五卦啊，但是呢，这五样东西呢，不是五盖。那是以啊控制的心啦，常常控制的心嘛，依家是叫做这里五卦五作盖啦。那当它是属于五盖的时候呢，就是说啊，当这五样东西呢，常常啊支配，还是常常啊控制我们的心呢，那它才叫做五盖。那比那是无那当啊，伊就未作盖路啦。那假如这五样东西呢没有这么严重呢，啊，它就不算是一种阻碍。所以不叫做五卦咯。啊，所以不把它称为五盖。这里经来讲是中部啊第七八空八的经啦。那这个经啊，长老要讲就是在中部第108经。第七八经啊，阿难达尊者解释啦，讲阿利宽的贤呐，佛赞成啦，佛阿罗啊是第一贤、第二贤、第三贤、第四贤呐。那在这个经呢，阿难尊者他说，佛陀所赞赏的啊禅修呢，就是啊正道初禅、二禅、三禅跟四禅。这里不是经边讲佛教的贤呐，是这里四贤呐。啊，在这里也可以证明啊，啊，佛教所教导的禅呢，就是这四禅。然后这里四禅呢，是萨玛达的禅。这四禅呢，也是止禅。嗯。然后阿难达尊者佫讲啊，阿哩款的禅呢，佛无赞成的啊，是那是汝自阿哩款的禅呢，汝未灭这里个挂啦。那阿难尊者又说，佛陀所不赞赏的禅修呢，就是那些不能断除五盖的禅修。这里本是啊，证明啊，讲那是这里人谈到这里四贤呢，伊特别这里五卦了啦。那在这里也可以啊，证明啊，说啊，当一个人啊证到这四禅呢，他就是已经啊，灭除还是断除这五盖？了一别这里个卦是啊，登基别呐。那它啊，灭除这五盖呢，是属于长期的啊，灭除了。一出现本呐，一本无这里个卦了。啊，虽然它不在禅定里面呢，它也是没有这五盖。除非啊，伊做真啊大恶业啊。啊。除非呢，啊，这个人呢，他啊造了很大的恶业。比如讲，地瓦达塔佛的徒弟啊，伊卡扎的时啊，伊修真呀好啊，谈到善，谈到神通啊。那啊，比如说啊，这位提婆达多啊，他最早期的时候呢，他修道很好，证到禅定和证到这个神通力。阿婆呀，伊做真正大恶业嘛，因为要做佛师啊，了伊也闲个了，无去了啦。那最后呢，因为啊 ，sorry， 伊闲无去了，伊做佛师。那因为呢，最后他啊要杀害佛陀呢，所以呢他的啊制造了很大的恶业，所以呢他的这个。禅定呢也消失。就见咧看嗰只经啊，是啊，中部六十八的经啊。那现在我们来看啊，中部第六十八经。伊这里经啊，佛讲那是这里人个阿未谈到这里喜啦、噶乐啦，啊离开啊恶见的享受啊是欲爱啦，离开恶的心的境界啦。是啊，伊谈到搁较静的境界啊，那是伊也未谈到啦。然后这里啊，贪啊、嗔啊、
ปุณฑวาคาไอคุณนะซิมหลวนคาฮอหวยวัยกีซิมซิมบูมอจอกซิมเสียนนะจะได้กะเลี้ยวคงเจอีซิมแล้วก็เตียวละแต่ปีน่ะสิทันเดียวจะได้ฮีกะล็อกลีคุยยกไอ้ละอาศิวกินเฮียงสิวะลีคุยออกไอซิมไม่กินไก่อะอันนี้ควันนะจะเลยจ้องจ้องเองจะเลยทำมาชินนะปุ่นตัวก็ไอคุณติงติงอะจะเลยก็แล้วโบคงจีอีซิมละแล้วก็เตียวละ佛陀说如果他还没有得到离欲离不善法的喜和乐或还没有得到更高的激进的话，贪欲持续偏起他的心同样的嗔恚、分碎掉毁、疑惑持续偏起他的心，还有这个不满足的心等等佛陀又说，当他得到离欲、离不善法的喜和乐，或得到更高的激进的话。贪欲不会持续偏取他的心，同样的嗔恚、睡眠、掉毁、疑惑不会持续偏取他的心。这边本讲，这里喜个乐离开恶见的享受离开恶的境界，这是第一善呢。那这喜和乐是离欲离不善法的喜和乐是就是说。第初禅呢？所以就这里讲讲这边就是讲这里人那是个阿弥陀佛的一线呢，这里五瓜空寂一心嘛，了个掉了。那从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佛陀说，假如一个人还没有证到初禅呢，那么这五盖会持续偏起他的心。特别那是谈到这里第一线了呢，也是国家管的境界了这里国家无控制意识嘛，了佫无调了啦。那假如他证到这个初禅还是证到更高的境界了，那么这五盖呢就不会再持续偏取他的心。好像还没讲这里国家爱讲这里批论呐，那个这里国家被想个这里拉浪这里管的超了。那现在长老要给一个比喻，关于这个五盖的比喻了，就是说这个茅草的比喻。那是讲这里管的超啦、拉浪啊、七巧啦，滴路的民警啦，要被行过伊这里七巧的超啊、拉浪啊，伊是这里阻碍啦，因为伊挂路，了如果被挂掉民警啦。就比如说我们走过这个森林了。然后我们要走过这个森林，然后这个茅草呢，在我们的面前有七尺高。那假如我们要走过呢，它是属于一种的障碍，因为它会割伤我们的身体会阻碍我们。特别那是路挂一高高一只树关呐，一个五地二边，特别一无阻碍了。那假如我们把这茅草呢给割短至。一尺的高度呢，它还是存在，但是它不属于是阻碍了。做这里人谈到第一善的事啊，这里七巧的巧那个变做十二尊呐。那当一个人证到初禅的时候呢，这七尺高的茅草呢，会减短至一尺还是十二寸高了。要谈到第二善的事呢，这里阻碍变做八寸呢。那当他证到第二禅的时候呢，这个茅草只是剩下八寸。要谈到第三善的事啊，变做四寸呢。当他证到第三禅的时候呢，这个茅草只剩下四寸。哎，谈到第四弦的时啊，变做这里 millimeter 啦，安尼少就可以了。那当他证到第四禅的时候呢，这个茅草只剩下一毫米这么少。这里是那用这里抄做比轮呐，这里过关了。
啊，所以长老就用这个茅草的比喻来啊，比喻啊，说这个五盖。这里就变了光条啊，这里冷淡条线那些啊，伊这里各行物件落了一步做盖路了咯。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一个人证到禅定的时候呢，这五样东西啊，五盖会啊降落到很低。然后讲过这里经啊，经济部高点三十三啦。啊，现在啊，我们要讲这个真支部九点三十三经。第这边啊，佛讲啊，第啊，第多罗啊，这里各见的享受啊，是这里欲爱啊停了，了啊，要在人啊有停这里啊欲爱啦啊，一人呢啊是。啊，这里欲爱了啦，伊人灵了啦，你不打了，伊人的过去了啦，巴拉嘎达啦，我讲啦，到底到落这里，我今日享受停呢，啊，离开我今日享受离开爱心的境界啊，这里比丘入啊第一线呐，啊，第一品啦，这里啊，我今日享受停啊，啊。啊，世尊说，主欲被灭之处，凡一一灭主欲后而住者，切是那些尊者是无机者啊，无贪爱者了，寂灭者啊，巴利文尼布达，度脱者那个部分已到彼岸者巴拉嘎达。我说在哪里主欲被灭？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就移出禅啊。这里尼布达灵了啊，噶这里巴拉嘎达归去了啊，伊是卡切啊，是代表这里涅槃呐。那当经典有讲到这个寂灭啊，尼布达跟这个啊度脱者到彼岸啊巴拉嘎达啦。啊，通常都是讲述到这个涅槃啊，都讲述这个涅槃的境界了。就这边啊，或者讲这里啊，第一线的境界啊，安那观定啊，别想个这里涅槃了啦。那在这里，佛陀是讲啊，初禅的啊境界呢，这么的啊好呢，就好像这个啊涅槃的境界。ที่เจริญไกลุดไหลบินนี่เจริญอุตาริมนุสะดัมมาสุพระมันเดนสตินะสิ่งชาวกุยฟันหูเอกิงกายนะสิ่งกุยหังมีเกียร์ละ那在律藏里面有讲到这个อุตาริมนุสะดัมมา这个啊华语是可啊讲上人法还是超凡的成就啦就是说这啊行通啊不讲过。所以这里几项物件超过凡夫的境界啊，就是善呐。那这几样啊，超过凡夫的境界还是上人法呢？啊，就是禅定。嗰是神通啦。啊，神通力。嗰是道噶果啦。啊，道和果位。嗯，所以佛讲这里人爱出这里苦海啊，那爱谈到这里几项物件咯。那佛陀说，假如一个人要脱离苦海呢，必须要证到这几样东西。哦，所以这就变了看到啊，佛啊那个五罗旋呢，那观的境界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呢啊赞叹这个禅定的境界。境界了。嗯，同样讲过这里经啊，是这里等。波的经啊，在这边啊，会看到啊，这里人谈到善了啊，所以特别这里过卦了。那现在长老要讲这个经是在长部的经啊，在这里可以看到，假如一个人谈到第一善里的，假如一个人证到初禅呢，他就是已经啊灭除这个五盖。嗯，这里是啊，第二个尼盖啊。第二个经啦。
那这在长部第二经อาทิจิปิงนะฮุดกองนะราชาล่ะองเตล่ะนาซิเชลิบิคิวก็บุกบุบเยชเลโกกวาล่ะที่ไหลบินนะอีนักเชลิหลังนะแคมหลังลุยล่ะอาซิเชลิพ่อแม่หลังล่ะอาซิเชลิหลังเจคากูล่ะอาซิเชลิหลังโจหล่อใช้ล่ะอาซิโบเชลิหลังนะอีที่เกี่ยวไปโกยเจเลซาโมอาเดซิตนะเจียบุกเอาก็จะเชี่ยหงยำนะทันซีนะซีขวาเดียวเจเลกอกว่าเบียดเดียวละอีไหลบินบุกกว่าละอีเสียงนะก็เจเลหลังนะบุกยำหลังเดียวละเสียงก็เจเลหลังบุกพ่อแม่เดียวละเสียงก็เจเลหลังชุดเจเลขากูเดียวละเสียงก็เจเลหลังบ่ไม่ใช่โจทอหุยแล้วไม่ใช่โจเจเลรอใจแล้วล่ะแล้วนะก็เจเลหลังโกยเจเลสามะแล้วล่ะแล้วอีขวาเดียวเจเลกอกว่าลีกุยแล้วล่ะเบ็ดแล้วอีเดซิมเชิงล่ะซิมเชิงแล้วอีเดหัวฮีล่ะหัวฮีแล้วอีซิมอีสิงกัวซิมก็สิงกัวจิงโลไหลล่ะแล้วอีเดจินยาควายล็อกล่ะแล้วอีจินยาควายล็อกแล้วนี่อีซิมเดตียาโลไหลล่ะอันนี้ความหลีคุยก็กินเนี่ยยองสิวหลีคุยออกอีซิมไม่กินไก่อะอียิปต์อีเซียนนะ世尊说同样的大王比丘看这些自己未舍断的五盖如借款如疾病，如坚毅，如努力，如狂野道路在那里食物很需有何不满这为先呢？同样的，大王比丘看这些自己已舍断五盖，犹如无借款，如无疾病，如从监狱被释放，如脱离努力者，如安稳平安地度脱荒野道路。当他看见自己五盖已被舍断时，心业被升起，当欢业时，这喜被生；当意喜时，这身宁静；身已宁静者，这感受乐；心乐者，这入定。他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初禅有些就有讲初步啦一快乐了啊伊的心就定落来啦不要紧啊了这里这边啊这经啊是讲啊这里人被入第一线的事啦多好伊心定落来啦别多好被入第一线的事啊阿不及第一些年啊，伊这里国瓜的离故意了啦，别了啦。那从这个经我们可以知道啊，当一个人还没有证入初禅之前呢、啊，这五盖已经灭除了。แล้วใช่พิรุณพุทโธจึงเป็นอะสิ讲伊无欠人了啦，伊无破病了啦，伊无地卡固了啦，伊无是人的落债了啦。แล้วอีกุยจะเลยสามโม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ก็แล้วสิกองนะอีจะสิตึงกีอุ่นแล้วล่ะ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已经断除五盖呢佛陀说他犹如无借款犹如没有疾病犹如从监狱被释放犹如脱离努力者犹如安稳平安地度脱荒野道路了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灭除这个五盖呢是长期的灭除。这里无想啊，噶家人听这里经啊，是相应波啊，四十六点三十八的经啦。那这个经我们无想啊，无想我们从这个经跟这个。相应部第四十六点三八的经不同样。第这里
ช่างอิงปอสีจับหลักเทียมสาจับเปเอเก่งนะที่สิ่งเจริญหลังเทียหุดควัดเอสีลายน่ะสิจวนซิมจูอีล่ะโอจิสีล่ะจิมันเนียเนี่ยอีกกว่าบัวล่ะ那在这个相应部四十六点三十八经呢，那个经有说到，当一个人啊在那个时候专心注意聆听啊这佛法呢，在那个时候呢啊只是啊啊只是在刹那呢，他没有这五盖。就是讲以。一心定落来呀，就来低一点声，然后我就来低一点声，一心定落来呀，一无就来过过啦。啊，意思是说，他的心呢，只是啊定下来刹那的时间啊，啊，然后呢，在刹那的时间没有这五盖。特别无想个这里闲咯，闲呐，一谈着闲的境界呀。佛陀讲了啊，就是超过凡夫的境界，所以一出来了啊，本无了。啊，那么跟这个禅定的啊力量呢是不同的，因为当一个人证到禅定呢，虽然他已经出来禅定呢，他啊五盖也是啊灭除了。啊，所以这个禅定呢，佛陀把它称为啊上人法还是过人法？超过凡夫。超过凡夫的境界。我见那听个这个经啊，相应八个十个点四十。啊，现在我们来看啊，相应部第边那个。十个点四十，第七呢？第七呢？想这里，嗯，八题，就是啊，相应部啊，五十五点四十经啊，这是平啊，这里经讲啊，这里一心不定落来的时啊，不一不谈这里定的时啊，这里发啊，不清楚啦。那是法无清楚呢，伊就是会讲伊是分段啦。佛陀说，当心不得定，这法不显现还是出现呢？从法的不显现，这样就以放逸为名。哦，这里是讲啊，这里人的心定，伊才会看到法明啊。所以从这个经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的心有定的时候呢，他才可以啊，如是看到这个法。所以这里定力啊，禅定也要紧。所以呢，这个禅定的力量呢是非常重要的。同佮咱看个巴利经啊，伊啦。正知部啊，六点七十的经。现在我们来看真知部六点七十经。佛讲啊，比丘们呐，实实啦，我讲啦，这里比丘啊，那是无谈到观定的定力啦，无谈到啊即心啦，即时啦。谈到这里地位解脱，心解脱啊，这里无可能啦。佛陀说，确实比丘不以激进的、甚妙的、以得安息的、以达统一的定，等等等等呐、以正知自作正后，在当生中进入后，助于无烦恼的心解脱，会解脱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经讲一下明啦，这里人呢是被解脱啊，伊得被谈一下观定的定力。这个经讲到很清楚，假如一个人要证到解脱呢，他必须要证到甚妙的这个高等的禅定。所以解脱的因缘呢，还是原因呢，就是观定的定力。那么一个人要证到解脱呢，他的因缘呢，就是要有这个甚妙还是高等的禅定。
ก็จะเล่นกิ่งอาศัยในความจริงบิงละจริงจีโป9:36在增值部9:36也这么说พูดกล้องละมีชิวเหมือนสิจ่ายละว่ากล้องละเบียดซิไม่เหล่าละแต่สิกล้องไกลถวัดนะจะมีอีโขตีอีเสียนนะตีจีเสียนนะตีสาเสียนตีสี่เสียนนะ佛陀说比丘们我说一子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后有主烦恼的灭尽จะเลยบุญสีเยอีสัวสิกองรูปโบฐานเจอจะเลยเสียนนะโบคอเลงนะเบียดจะเลยซิมไม่เหล่าไกลถวัดนะ从这个经也是说假如没有这个禅定的力量呢是不可能会断除这个烦恼的中部ก็จะเลยเก่งนะ27เก่งนะ中部第27经จะเป็นหุดไกลสิกอะไรชิดปออีกี่ละจะเลยชิดปอสิเกี่ยวจะหุดเอกาจยะละอีกี่จะเลยชิดปออะไรไกลถวัดนะ在这个经佛陀他解释说他所他解脱的时候所走的七步这个经叫如来的足迹啦这个七步他如来所走的足迹头七步是第一禅第一步呢是初禅第二步是第二禅第二步呢是二禅第三步是第三禅第三步是第三禅第四步是第四禅第四步呢是第四禅第五步是宿命通的一期正事啦第五步呢是他有这个宿命通可以回忆他的前世第六步伊有一个田根了伊看到众生死去了出世堕落对因果啦那第六步呢他有这个天眼通他可以看到众生死去过后呢又投生到什么地方依靠他们的业报第七步呢伊观这个四圣谛了解脱呢第七步呢是他观照这个四圣谛法然后证到解脱所以因为佛行这个七步了解脱呢这个是真正菩萨道啦因为佛陀走这七步而证到解脱所以呢这真正呢是菩萨的道当今人讲菩萨的道呢是波罗蜜现在的人呢说这菩萨道呢是修这波罗蜜但比佛就唔捌听唔捌讲到这个波罗蜜佛不唔捌听到这个波罗蜜但是呢佛陀没有讲到这个波罗蜜而且佛陀我想应该他也自己也不知道有这个波罗蜜所以那是看第一家的经那是看藏毒不一切所以呢假如我们有来研究这早期的佛法呢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跟后期的书所讲的有冲突ก็จะเลี้ยงงานจริงที่ปอหลักเตรียม29真支部6:29经จะเป็นหุดกล้องจะได้หลังอีซิวซิวแล้วอีฐานเดียวตีสี่เสียน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งกายน่ะสิอีโกโลคีซิวละอีเดอทองจงจงไอ้กล้องจงจงไอ้หัวนะ佛陀说一位比丘进入后住于第四禅这个回忆处这么被修习这么被多修习导向不止一种戒的通达意思是说能抉择种种戒了这里是说这里人一谈到第四禅的时候心这样清这样明一观他们一直马上了解了这个经是说当一个人证到第四禅的时候呢他的心那么的清明那么的有力当他要知道什么东西呢他起观他就会知道过这个经经济波3:89真支部3:89经这没有说了这里圣经的备份度本是说
修啥行物件啦，该定个地位啦。昨晚长老有说圣人的大智圣道呢，也是圣经的比分多的是这个上坡了啊，该定个地位。圣人的大智圣道呢，就是这三样东西，就是戒、定、慧呀。这里该定个地位啊，本是在这里经啊，是讲啊，是修阿底西啦，观定的戒啦，然后阿底吉他观定的心啦，跟阿底班尼亚观定的地位咯。在这个经这个戒、定、慧呢，也是说要修这个阿底西啦。真上戒阿迪吉达，真上心阿迪班亚，真上慧。然后在这里经啊，伊讲这里修这里观定的心啊，就是谈到第四，谈到四贤。在这个经呢，有讲修这个阿迪吉达真上心呢，就是正道四禅。所以那你看到阿迪心，这里圣经的八分多啊，经典就是四贤呢。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圣人的八支圣道呢，就是这四禅啊。经典就是四贤八支圣道里面呢，正定呢就是四禅。当然看过这里经啊，经之部四点一九四啦。现在我们来看真支部四点一九四经。这里经讲啊。第一，清气的心啦，吉他巴里苏迪啊，是四贤呐。在这个经有说吉他巴里苏迪啊，可以叫做偏清净的心啊，就是四禅。然后个就经中部三十一呐。中部三十一经。你这边啊，佛讲，这里人谈到第一贤的事啊，这里是超过凡夫的境界啦。这里是圣人的知识和见呐。佛陀说，当一个人证到初禅的时候呢，这个初禅就是过人法还是超过凡夫的境界的法圣者的知见已修正。所以就看这里啊，第一贤呢，本是圣人的境界啦。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初禅呢，也是属于圣人的境界。讲的看会讲第二贤、第三贤、第四贤，听听啊。同样的，佛陀在说二禅、三禅、四禅等等等等。的确呢。再给那看个这里经啊，中部六十四的经啊。现在我们来看中部第六十四经。这边讲佛讲啊，可能有一条路啦，别这里外下格呐。在这里佛陀说，只有一条道路啊，要灭除这五下分结。叫那是如果对这里路行，如别可能别这里外下格呐。那假如一个人不跟随这条道路修呢，是不会断除这五下分结的。这人别这里过下系格呢，是哪种的人啦？三过的人，个四过的人啊？那一个人已经断除这五下分结的人呢，就是三果圣人和四果的圣人。所以佛开始啊，这里罗比别这里过下系格呢，就是这里四贤呢。所以佛陀解释这条道路要断除这五下分结呢，就是这四禅正道这四禅。就是讲你要谈到四贤头性啊，你个会谈到三果甲四果啦。意思是说，你必须要证到四禅之后呢，才可以证到三果还是四果的果位。就是讲三果甲四果诶因缘呐，诶原因呐，诶条件啊，就是四贤呐。意思是说。要证到三果和四果的果位呢，它的因缘它的条件就是必须要有这四禅。这里要想个较早，咱听到阿弥陀佛三点八十五的经啊。这个跟我们之前有听到的这个真支部三点八十五经
丢饼啊，不武功啦，别谈丢砂锅、噶西锅啊，都特别有细弦。在那个经也有讲到，要证到三果和四果呢，必须要有这个四禅。了个这个经也要经呢，本啊是啊，上印波十二点二十三的经啦。那在啊、现在这个经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相应部十二点二十三经。在这边啊，佛开始在引言呐，啊，或者来人开脱呐。在这个经呢，佛陀解释啊，一个人解脱的因缘。啊，头这里伊的，这里人来搞个咧，这里正法了呢，伊就有信心啦。那第一呢是啊，当一个人找到正法的时候呢，他就升起这个信心。有信心了啊，也就转移心清了。那当他有信心的时候呢，就会带来有这个欢悦的心。这里的转移谈到这里喜了。啊，之后就会带来啊喜。欢喜了。啊，欢喜。啊，这里的个转移谈到这里菩萨的心境啊。然后呢，又会带来啊，得到这疑还是宁静啊，巴沙利啊，了这里的抓一谈掉这里快乐啦，舒刚。然后呢，就会带来啊，得到这个乐舒刚啊，了这里快乐的抓一谈掉这里心定啦啊，当有乐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啊，得到这个定。啊，了这里心定呢的抓一，谈到这里亚达布达尼亚那达什那，那看到卡在呀，实实的情形啊。那当有定的时候呢，就会带来一个人得到这个亚达布达尼亚那达什那啊，可以叫做如是之见。了，一看到平平了啊，在平平了啊，伊就谈到尼比达心雅了啦。啊，当他有这个如是之见呢，就会带来这个尼比达愿离。了，这里的话，伊谈到维拉嘎心灵了啦。然后呢，就会带来无意还是离贪维拉嘎。啊，了，这里的话，伊解脱啦，维摩地。然后呢，就会带来解脱维摩地。就这边你看。这里人要谈到这里亚达布达尼亚那达什那，看到个在平平啊，伊特别有定力。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要有这个如是之见呢，亚达布达尼亚那达什那，他必须要有这个啊定力。首先呢，看这里啊，喜呢一谈到喜了啊，一出来定定啊，这里静啊静了。就抓来快乐了，就抓来定了。啊，当一个人有喜啊、辟地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啊宁静，然后带来乐啊，然后定。这个了是禅的境界啦。啊，这些呢都是属于啊禅定的境界。啊，这里喜啊，啊代表第一禅呐。这个喜呢啊代表出禅。了啊心。心静啊，巴沙地啊，是代表第二禅呐、啊。那这宁静呢，巴沙地呢，是代表啊第二禅。那这里的快乐啊，代表第三禅呐、啊。那这乐呢，啊代表第三禅。那这里定啊，代表第四禅呐、啊。那这定呢，代表第四禅。嗯，所以。啊，这里经就是讲啊，伊被啊解脱啊，特别谈着这里四禅呐，了，佮看到佮在平平了，佮解脱呐。那从这个经，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要有这个禅呢，啊，四禅呢，他才可以如是之见，然后啊解脱。嗯。OK， 然后今天看按照谈到禅呐，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如何啊证到禅定还是禅那？在这里中部第四十四的经啦。啊，在中部第四十四经。有讲啊，这里四的萨提巴达那观定的经念嘛，是这里贤的尼米达。啊，在这个经有说到啊，这啊四个。四念住啊啊，深度的念呢、啊，是定的相啊，尼米达。这里尼米达的意思啊，也讲是哪的意思啦。这个尼米达的意思啊，可以说有两个意思啊。这里就是讲 sign 啊，是 mark 啦，就讲记号啊。啊，一个呢可以说是啊 sign 还是 mark 啊啊记号啊。过这里啊，就是伊个原因呐、啊，伊个啊，伊个因缘呐。还有一个呢，啊，是它的啊原因啊，还是因缘呢？说这边啊，伊个意思就是讲啊，这里四个萨提巴达那是定的因缘呐。那在这里也可以说。这四念住呢，是这个定的因缘呐、啊。嗯，意思是讲啊，要谈到定呢，就特别修习的萨提巴达那。意思是说，假如一个人要证到这个定力呢，他要修这四念住。同今正一人讲，一人之前修这个萨提巴达那，特别人讲啊，无关系噶禅定。那啊，现在的时候呢？啊，有些人他们说他们修这啊四念住啊，但是呢啊，他们说啊四念住是不需要证到禅定啊。不是四念住是萨谛，这个是萨谛巴达那，观定的，观定的萨谛。啊。伊朗讲啊，伊朗修这个萨谛巴达那，无关系噶雅那禅定。啊，他们说他们修这个念住啊，深度的念啊，没有关系这个啊，没有关系到禅定。特别这边啊，无想啊，这边讲啊，你要谈到定力啊、禅定啊，你爱修这个萨提巴达那观定的经量。但是从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要证到禅定呢，他必须啊修这个念住还是深度的念。因为看过这里经啊，经文讲这里本啊是相应报告十二啊点十一呐。那我们来看这相应部第五十二点十一经。到个五十二点二十四啦。啊，直到五十二点二十四经。你这边啊，阿努鲁达尊者啊，伊讲啊。是因为一修这个四的萨提巴达那，所以一谈到种种的神通啦。那在这个经啊，阿那律陀尊者说他，因为他修这啊四个念住啊，四念住啊，所以他证到这个啊种种的神通啊。不是念住的，是观定的念住。啊，深度的念啊，所以他证到种种的神通。嗯，就。啊，这里无想噶同金的人讲啊，伊人讲伊人修萨提巴达那，特别伊人卖贤呐。啊，那这跟现在的人啊所说的有出入。他们说修这深度的念呢，伊人不爱这里禅定。啊，他们修这个啊深度的念呢，他们不要证到禅定。